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for the team. We made this to remember your time at the R&D Center in Hamburg, Germany. I remember. It's a good memory. Thank you. I have achieved so much, and it was really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come part of this team. I will miss all of you. So we actually prepared something a little special for you. Wow. And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So lovely. It's my name? Yep. Thank you. I even learned how to use chopsticks because your Chinese cooking is so good. Stay here, you can run a restaurant in London. Yeah. Run a restaurant? Why not? But I think I will first need the investment plan for this project. Okay. Thanks for everyone,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Let's go party! Yay!你跟我助手没地儿坐，要不你把你这座让给他坐。不是詹总，那个助理不是应该坐在后面吗？行吧，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钱宇集团英国分公司新任的执行总经理杨颖。这怎么了？这太不公平了，詹总。怎么不公平了？留你这种庸碌无能的人在钱宇，才是对我公司其他的员工最大的不公平。况且老顾啊，你不是跟咱们公司的对手戴志翁合作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吗？詹总，你这话要有证据啊！证据啊！我们已经以收受商业贿赂向您提起诉讼，建议您尽快找好自己的律师。顾先生，请。来吧，咱们开会。看来我这次是来对了，既算是给你送行，也算是替你接风。你时间算得还真挺好的，害我都怀疑你该不会是在我的手机里面放你们公司的什么智能芯片。哦，去哪里都知道。那可难说了，这属于商业机密，恕难奉告。嘟嘟嘟嘟嘟。哎，不过我觉得挺好的呀。你想啊，这七年前是我带你来的英国，这七年之后的今天呢，又是我带你回国，这算有始有终吧，是不是？哎，你没想过啊，这回国之后，要不然带中上班，像你这样的人才，既有工作经验，又有生活能力，一定很吃香的。算了吧。像你这种跟哥哥抢食物的人，我还指望你替我找工作吗？喂，这蛮好吃的呀，这个。再说我这一路赶过来，我也没吃东西啊，我饿着肚子了。我吃点东西怎么了？多吃点，我本来就是买给你跟哥哥的。我听你这口气，你是看不上戴征是不是？啊？行，我也算认了。那这样吧。我给你投简历，给你找一个更适合你的公司，这总行了吧？那我就先谢谢小陆总了。哎，我话说回来啊，你离开这么长时间，你改变了很多。你觉得，万一你回去要适应不了？我离开七年了，有一些事情也。我只是觉得，我应该更勇敢、更努力一点，去把以前的温暖给找回来。好。大家都知道，前任总裁助理杨颖前往英国任职，我想把总裁助理的人选给定下来。我们经过层层筛选和公司高层的推荐，已经确立了三位总助候选人。杜欣彤来公司已经四年多了，现在是行政部的高级经理，来公司时间比较长，资历比较深，人也非常精明，处事圆滑，端严处事，沉稳低调，跟杜欣彤的张扬外放正好相反，只是处事有一些死板。最后一位候选人是业务部的温暖，他是英国剑桥商学院的毕业生，来公司刚刚只有三个月，也算是这次候选人当中跳出来的黑马。资历太浅，即使业务能力突出，恐怕也难以服众吧。钱宇向来任人唯贤，公司的用人原则从来都是能力优先于资历。好了，三个人的情况我们大概都了解了一下，今天下午就安排面试吧，尽快把人选定下来。好，我这就去准备。请进。
你对总裁助理这个职位有什么准备吗？温暖，你的学历背景，还有你国外的从业经历，我都已经非常了解了。我想问一下，你对总裁助理这个职位有没有什么兴趣啊？总裁助理，你有什么想法吗？我很意外。总裁助理，他的薪酬还有他的全职，都以高级经理看齐。对于这么一个机会，你觉得很意外吗？我有信心，我可以把这份工作给做好。就是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到这个职位上去。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我的男朋友在代中工作。代中？你方便告诉我他在代中是什么职位吗？他是代中的总经理。朱宁路。啊，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结果明天就会出来了。老这么亲力亲为的，我们还怎么得到成长？有事啊，小杜。你家孩子要又生小了，上歪进小。我有个闺蜜是教育学院的，辅导了好几个孩子都上那小学了。我让她准备了一套历年面试真题，还有备考秘籍，刚刚已经发到你邮箱了。真的？谢谢你啊，小杜。你客气什么？丹然姐，总助人选什么时候出来？我想问一下，你对总裁助理这个职位有没有什么兴趣啊？我怎么会脱口说是雷露的女朋友？我在想什么？你的电话。哦，来了。等一下啊。是李阿姨。喂，李阿姨。小暖，我就是打个电话问问你怎么样了。今天前与人事部突然通知我去参加总裁助理的面试，但是我的男朋友在代中工作。代中？他是代中的总经理。朱宁路。不要紧张，你用了7年的时间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已经很勇敢了。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你会发现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李阿姨，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不会轻易放弃的。加油。拜拜。多亏李阿姨在国外照顾你，要不然我怎么能放弃你一个人在那儿？
姐，到七年了呢，我一个人早就习惯了。我真不是靠姐姐。不过从今天开始好了，以后不管你去哪儿，我都会陪着你。好漂亮啊，喜欢吗？嗯，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时候买的，觉得特别适合你。你才刚刚回国，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干嘛买这个给我啊？我钱够用，来，我帮你戴上，手给我。那时候很痛吧？啊，都过了很久了，我早都忘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没印象，那代表不重要啊。而且你当时在英国，你怎么会知道？都伤成这样了，怎么会不重要？哎呀，不过就是我当时失恋，喝醉了酒，然后打碎了酒杯，不小心把自己划伤了。没想到就留下了疤，我这么丢人的事情，到底让我重复几次啊？你怎么了，小暖？在，所以林璐送我去的医院。不相信你可以打电话问他。哎呦，我忘了，我还有汤呢，我去看看啊。小暖，谢谢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
小乌龟，进来，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哎，你有没有欺负新来的？你说你都已经回来这么多天了，你是想一直躲在壳里，一辈子都不出来吗？山南贤，一定会把温暖追回来。人事部开会开得很晚，池总监和大然姐一直在等战总的消息呢。我跟你们说，最后的赢家肯定是我们欣桐姐。那当然，跟坐来。行。结果出来了，都给讲出来。是温暖，人事部是不是搞错了呀？喂，温暖，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你是总裁助理的最终人选。从今天起，你就去66楼上班。总裁办公室的丁小戴会负责向你交接工作。是，谢谢。跟着你的心，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你会发现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温暖，你可以的。你这刚从英国回来，连个时差都不到就去跟客户开会，难怪管弟总说你是变态工作狂。你自己也知道，你有空你也陪一陪人一心。你们俩是不是很久没见面？我去英国之前刚跟他一起吃了个饭。嗯，他现在应该在拍新戏吧？
那应该再拍新戏，你都不如我清。哼，一心新戏开拍，还有你们俩的这个，战总跟一心七年如一日的爱情长跑。哼，我跟你说，现在就连我去见客户都会被问到你们俩结婚这事，你说这世界是不是挺疯狂？不是，我觉得你更疯狂，连老高都变得这么八卦了，这世界才是真的疯狂呢，你知道吗？我怎么八卦？我粉丝心里好吗？来来来，我看看你哪儿粉了啊！哎呀，不过南心，说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你跟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关系似的。真的。哟，怎么？公司内网上结果出来了，是业务部刚来三个月的温暖。我估计大家这会儿都在好奇，这个温暖到底是哪路大神吧？透露透露内幕呗。不会是一个助理，有什么好奇？怎么就不好奇了？别说别人，我都好奇。我听池总监说，这个温暖可是朱林露的女朋友。哎，你为什么最后会选她做你助理？时间可以解答你所有的疑问。不说拉倒。小暖，七年以来，我心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退缩了，你整整用了七年的时间才有勇气走到这里。我是温暖，新来的总裁助理。温助理你好，欢迎来到66楼。我是丁小戴，我是您的助理。以后有很多地方不懂的，还麻烦你教了。那当然了啊，温暖姐，那边是您的工位。嗯。那楼上是战总的办公室吗？他在不在？我想去跟他打个招呼。啊，楼上是战总的办公室。嗯，不过今天战总跟我们高总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了，他们可能今天不会来公司了。啊，温暖姐，你知道公司墙上这几组数字的含义吗？2008年。战总研发第一款互联网商品的年份。2011年，监狱成立。2014年，监狱上市的年份。1399，监狱上市当日的收盘价，也是我们的生日。姐，你果然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来的，对我们千羽这么了解。嗯，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往后要麻烦你多教我了。好。哎，温暖姐，我先带你去熟悉一下66楼的环境。嗯，走。嗯。不好意思，各位，迟到了。
你这一大早着急召开董事会，到底因为什么事儿啊？你让这么多叔叔伯伯在这等你这个朱大公子，架子有点太大了吧？二叔说的没错呀。哎，二叔，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都说我们代中什么呀？代中代中，光代工不中用。哎，小卢总，我觉得你就是对收购阿尔法的事情有怨气，有什么事儿摆到台面上来说，不要在这指桑骂槐的行不行？研发部能力太差了，还在之前给别人代工的基础之上沾沾自喜，你这样下去早晚会完蛋。你。收购阿法这个项目其实可以弥补我们的短板，而且这个项目在一年之前董事会已经达成共识，但是迟迟没有推进。作为这么大一公司，总经理要报一个发票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说明我们财务制度出现问题。你要是觉得阿尔法重要，那也别单拿我们财务部门开刀，大家群策群力，各凭本事吧。好，既然两位有这样的觉悟，也说这样的话，那我决定，阿法资金筹措由我一个人完成，财务部不用我。啊，这我也真是。那行，今天咱们见的这几个重要客户，对咱们竞标阿尔法都会很有帮助。据我所知呢，已经有十几家公司表示了强烈的购买欲望。不是都准备好了吗？你是担心我们会输吗？我有信心，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研发团队已经很强了，何必再做同质化的收购？而且代中已经准备了一年，在各个方面都要比我们更占优势，你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参与竞标啊？因为这个时候还来公司加班呢，也就只有老板了。
南心，你真的想让温暖做你的助理吗？毕竟传说他和朱玲露可是男女朋友关系。姑父，如果有人把你从这么高的地方推下去，你会怎么做？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你会选择抵死不从？还是纵身飞下？从刚才开始，你情绪就不太对啊，没事吧？像陌生人一样相处，温暖，你回来就是为了这样的结果。嗨，来人了！哎，来了啊！哎，坐，赶紧坐，来，快！哇，大场面了！哎，小鹿，你朋友呢？别管。哎，今天晚上酒我来啊！好好好。来。喝一个，干杯！哥几个干嘛呢？下去嗨去啊！好呀，走，一起，走，走呀，快点吧，来，你愣着干什么？走啊！啊，我不去了，你去吧。干了！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今儿怎么这么乖？嘿，我本来就挺乖的呀。哎，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啊。你说你这么有才，偏要在义众里面做一董事，还是一不务正业的董事啊？每天就想着怎么去追女明星，是吧？我在你这情圣面前，我是自愧不如。哎，你等一下啊，你可千万别说自愧不如。你每次一旦要夸我说自愧不如的时候，都有事儿要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我要借钱。哇，你真借钱啊？我真借钱啊。我没钱。得了吧，你没钱。你想，现在公司里边，研发部在我堂弟手里，对吧？所有的资金链全掌握在我二叔手里。我这总经理啊，就是形同虚设，什么也管不了。所以说，对我来说，收购阿尔法这个项目啊，非常重要，是我唯一翻身的机会。但现在资金链断了，我希望你帮忙。找你帮忙啊？看什么？哎，我资金也缺啊。你缺什么缺啊？怎么不缺？一中有多少家底我不知道啊。哎，哎，咱这么着，如果说这件事你帮我的话，明年一中所有的增长利润我们公司包了，可以吗？那我肯定得全力支持你了。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下棋的时候都赢不了你？后来我想明白了，哎，你这是连环套啊，坑挖的那么深，想赢都难啊。哎，但是我有点事儿想问，你说，你把温暖放
放到对手的公司里面去当总助理，你这是下了什么棋？温暖给湛蓝贤当助理？啊？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关总你好，我是新来总助温暖。温暖。关总你好，我是新来总助温暖。温暖。那个新来个美女话有点不太习惯。那你就慢慢习惯。从今天开始，温暖温特助，我代替杨淼的位置。坐吧。是。今天我们就聊聊竞购 Alpha 的事情。Alpha 是冷氏集团的那个？对，咱们现在已经正式宣布竞购 Alpha。现在跟我们竞争的还有戴中、南翔、长虹和进行。其实后三者不足为提，咱们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戴中。总而言之，这个项目我必须拿下。来吧，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冷氏他们近几年的一些技术状况。郑总，还有什么事吗？关于 Alpha 的案子，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清楚？我说未来所有的会议，你都必须要参加。还是说你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你觉得必须需要回避呢？毕竟，陈宇这次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戴中，我不希望以后不清不楚。你男朋友是谁？这跟我没关系。既然你决定来66层做总裁特助，我希望你可以弄清楚，你到底是在为谁做事。他回来了，回到你的身边。你的心里，对吗？卡 ，OK， 过了。好，好了，谢谢大爷啊。好好好。不愧是一心小姐啊，这场戏演得太感人了，真不错。谢谢导演，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一心姐，辛苦一心姐。一心小姐，这戏能够邀请你来做女主角，我们实在太荣幸了。导演，您过奖了，大家都很辛苦。我买了下午茶，请大家吃。啊，一心请大家喝下午茶了啊！谢谢一心。谢谢谢谢谢谢。乐乐，你把下午茶给大家分一下。好。幸好你来了，要不然那个新的投资人过来。我真的没办法脱身。你应该说的是那个易中的潘维宁。谢谢你啊，这么多年对我的友情帮助。
行了行了，你别去给我夹菜了。怎么能不给你夹呢？哎，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呀？太辛苦了。我中午能出来跟你吃饭，你看我辛苦吗？其实我这女孩子没必要这么辛苦。哎，我有一个好办法，你早点跟我回去见我爸妈，对吧？见完之后，你可以踏踏实实过上小鸟依人的幸福生活，这多好呀！这女孩子嘛，找一个归宿比什么都重要。这挣钱是苦活累活，让我们男人去干就好了，是不是？老实说，你妈要跟你逼婚了，对不对？每回跟你说正经的事，你总是打岔，是不是？我也跟你说正经事啊。你妈妈铁定是看了昨天晚上的热搜头条。你带着一个大明星挽着手呢。前天晚上是一个模特儿，在大前天是一个什么名媛闺秀。哎，说实话，我这个所谓的正牌女朋友其实做得还不错。这么多年来，你的风流韵事全当看不见呀？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想的这样。这挽着手是他挽着我，又不是我挽着他们，对吧？再说这娱乐新闻他都是这么写的，我只是吃个饭而已，你不能相信的。喂，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什么事儿？我能瞒你什么事儿？去前宇公司给战南贤当助理的事儿啊。就是一个公司简单的人事调动，没什么好说的。是吗？哎呦，这年头真的不能念叨人了。啊，没什么胃口了，咱走吧。走。朱元璋，你干嘛？你放开我！你还我！放开我！战总，他怎么回来了？温暖，立新，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我们大明星啊，对吧？今天不用出通告啊，我们可都得等着你的新戏呢啊！多谢小陆总的关注，不过再忙，我也是要抽时间陪南贤的。啊，这话说的还真是有道理啊，你还真提醒我了，看来我应该多抽出时间多陪陪我女朋友。一心，坐下来吃吧，等一下饭都凉了。嗯。看来战总的胃口还真是不错啊。那你们先吃，我们先走了。温暖，空了我们再约。你想干什么？我承认刚才我确实是有些过分，有些失态了。但问题是我怕他们欺负你啊。我又不是第一天到千羽上班，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哎呦，我怎么能不大惊小怪呢？之前是300年见不到一次，这之后是每天都得见面。这万一哪天你们俩臭味相投，远走高飞了怎么着？留我一个人在人世间孤苦伶仃，那我出家当和尚好了。说完了没有？当时我的简历是你帮我投的，十几家公司也就前宇一家录取我，去上班的时候也不见你说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反应？哎，反正我不知道你站哪边的。哎，你是站我这边还是站战南贤那边 ？OK， 战南贤跟我抢阿法的技术，我就不管了。他现在跟我抢你，他什么意思？他想干嘛呀？反正我觉得现在形势非常不妙。我不过就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有必要这么紧张吗？我能不紧张吗？战南贤这人我很了解啊，反正将来你在他身边工作，一定要120万个小心。
战南贤，我跟他打交道那么长时间，那么多年了，他什么样人我很清楚。他要针对你有非分之想的话，你连拦都拦不住，躲都躲不了的，你知道吗？哎，我说话你又不听，喂。亲爱的小暖，让玫瑰代替我亲吻你的脸，爱你的灵魂。别说了，温暖姐，你太幸福了，我太羡慕你了。跟小戴，这儿要开花店吗？郑总，郑不是，是温暖姐她男朋友。送你的，再送你的。郑总，你花粉过敏吧？你等我一下，我马上给你处理啊。SWOT 分析报告。咖啡。一心说呀，想请你吃个饭。那行啊，等我改天约上了温柔，大家一起聚聚吧。这跟温柔有什么关系？大家都认识嘛。再说了，多请他一个也花不了你多少钱。哦，对了，你最近啊都有什么消遣啊？消遣？就看看书，做做饭，也没别的。这么好？都学会做饭了。没事，你要是不想吃就算了，到时候我跟一心说一下，啊。嗯，那好吧，没事的话我先出去了。关于 Alpha 这个项目，钱宇和戴中，你会帮谁？据我所知，这个项目不是戴中先看上的吗？哦，为什么戴中看上的项目，我钱宇就不可以抢？哟吼！你怎么来了？我来接我女朋友啊，有什么问题啊？接女朋友？对啊。那我就不打扰了。那你……我是来接你的。你不要乱开玩笑。我没开玩笑呀。好啦，走吧。哎，我送你回去吧。你说你这么漂亮一个女孩，那么大晚上一个人回家多危险呢、啊！
我过来接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安全？是不是？好了好了，上车。有我这么温柔体贴的一个男朋友，是不是特别的幸福 ？OK， 好了，上车。小心头，小心手。觉得冷啊？冷，我不冷，我心寒。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再往公司送花了，好不好？你花要不喜欢的话，改天我换家店再买，行不行？幼稚。幼稚的，成熟。哎，是不是湛蓝心难为你？没有，只是你这样子，我以后在前面怎么工作啊？哎呦。我巴不得你没法工作呢，钱宇待不了，来代中啊，代中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我真谢谢你啊。虽然你嘴上怎么说啊，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边一定站在我这边的，是不是？嗯，不错。哦，小琪，小琪，小小琪。为什么戴中看上了夏萌，我钱宇就不可以想？我怎么踏实回去睡啊？怎么了你？累傻啦？没有，我只是觉得回到家里不像以前一样空荡荡的，有个人在还挺好的。可我怎么觉得自己还像个孤家寡人一样，每天看不到你的人影？那是因为我刚刚升上总助的职位嘛，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啊。还有最近竞标的事情也真的比较忙，之后就不会了。香暖，你知道我不赞成你去前宇工作，更不赞成你当什么总助。事情真的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湛南贤他赤手空拳地创下了前宇，这七年他到底怎么经历的，我们都不知道。他再也不是你了解的那个人了。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考虑换个工作。好了，姐。不用担心我了。这么晚了，你赶快去睡吧。是不是嫌我啰嗦嫌我烦了？不是，
我只是想休息而已，你别想太多。你看你都出眼袋了，早点休息吧。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个借我，你也早点休息啊。用用我的。据我所知，这个项目不是戴忠先看上的吗？为什么戴忠看上的项目，我钱宇就不可以抢？好啊，那咱们明天早上见。早。哇，这么巧啊！既然这么有缘的话，我送你上班。让堂堂戴忠的总经理送我去上班，车资我可付不起。说的有道理，但问题是堂堂戴忠的总经理，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呢。哎，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小感动？这话听起来我倒成了红颜祸水啊。我觉得我应该跟你保持安全距离好一点。哎哎，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喂，哎，我不逗你，不逗你了。你姐姐打电话给我，让我过来接你上班的。我姐打给你？对呀。他今天早上挺奇怪的，急急忙忙出门，问他去哪又都不说。你知道他去哪吗？哦，这个事我怎么知道啊？你赶紧吧，快上班了，来不及。他不是跟你打了电话？打了电话也不会什么都跟我讲吗？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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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啊！说你这个大姑娘，你要不要动手动脚？你赶紧上车吧。知道，十万个为什么呀？法式的三明治，还有热咖啡，都是你喜欢的。是觉得我很贴心？哦，你还记得啊？算你记性好。我说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你呀？啊？哎，我对你的这些好，拿出1%啊，给别的姑娘，人家早就投怀送抱、私定终生了。你倒好，这温大小姐还冷嘲热讽，连句谢谢也听不进了，是不是？谢谢。朱大公子，舒坦。你再不开车，我上班要迟到了。哎呦，这着什么急呀？最近路线我都找好了，那不相信我也得相信导航吧。开车。坐好了啊。南行，有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得太久了，如果我再不说出来的话，我会疯掉的。我喜欢你。好久不见。先生，您需要来点什么？一杯美式。好的，谢谢，请稍等。真的好久不见了，你变化可真大。你这大早上把我找出来，不会就想看看我变化有多大吧？哎，我都忘了，战总现在是贵人事多。那我现在就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今天找你是为了小暖的事情。怎么？
是我这个助理向你投诉，陶老板对他不好。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小暖做你的助理？关于这一点，如果你好奇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我们公司人事部的人，让他们来解答。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作为小暖的姐姐，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你说。不要提起过去的事情，一个字都不要说。小暖这些年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我不想让她再次受到伤害。夫人，我觉得你想多了。我们前宇那么多的员工，她只是其中一个。我相信他还没有重要到需要我区别对待。你能这么想真的太好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你不让我提之前的事情，但是既然你刚才已经开口了，你知道这些年里边，温暖在晚上的时候就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吗？他那是在梦游。梦游？不过不严重的。之前小暖在英国学习压力太大，所以患上了轻度梦游症。他梦游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也会给林露打电话。我今天才知道，他也给你打过电话。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小暖，那都是无意识的。无意识？这事儿你还没跟小暖说过吧？我的建议是，你就不要告诉他了。小暖的性格你也知道。再说，如果这事情闹得让你们公司人知道，对他也不好，不是吗？你说，你知不知道钱宇是什么时候想收购阿法的呀？我就知道，吃人东西铁定没好事。想收买我做商业间谍？哎呦，我倒是想。你做梦吧。行了，我知道你这脾气不会做间谍，也不会出卖钱宇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呀？在他们眼里边，你是我女朋友，你现在又是钱宇战总的助理。接触都是私密性文件，最机密的。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你觉得赵丹仙会像我一样这么信任你吗？我可管不了别人怎么想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吧。也对。谢了。拜。拜。哎，小暖，怎么了？还有什么事的话，打电话给我啊。你就为了这事儿啊？工作别那么拼命，多注意休息，听见没？干嘛动手动脚啊？说话就说话啊。嗯，去吧，拜拜。你也是啊。开车小心。知道了。六楼工牌就是不一样。谢谢。怎么了吗？没怎么，恭喜你。谢谢。战总。战总。走啊。
你过了坐这一步。从今儿开始啊，你可以坐这一步电梯。密码是你的生日。我的生日。哎，对了，今天温柔早上约我见了面，你是不是跟他抱怨我什么？ 你身为朱琳露的女朋友，你为什么来这里上班啊？我收了戴中的巨额支票，答应他来当商业间谍。 冷氏集团的总裁冷如风先生对于这一次阿尔法的竞夺非常的重视。冷先生这次一行人呢，将会在明天上午准时到达上海。我跟他约了半天时间，来参观咱们的潜语。那这半天的时间对于我们公司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吧。竞标比拼的是公司的综合实力，冷如风呢，就相当于是面试的主考官，印象分十分重要。 所以这半天的时间里，我们要全面的展现潜语的实力，给冷总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知己知彼吧，大家都懂。咱们的老朋友戴忠为了这个项目，可是精心准备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据我们所知呢，戴忠已经预约了冷总傍晚的时间，应该是不希望别家公司 在这竞标以前还有机会跟他接洽。我觉得吧，大家也不用那么的紧张，只要我们轻轻松松打好头炮，他们就只能跟在屁股后面吃炮灰了。反正我坚信，我们潜语怎么也不可能输给戴忠的。你这个说法不对啊，咱们不能轻敌。反正呢，这段时间大家要辛苦一点了。只要拿下这个项目，我请大家出国旅行。 郑总，接待人接事的任务非常的重要，是不是按照以前的惯例由我们行政部来负责呀？这一次由温特助全权负责。杜经理啊，您部门协同配合。好嘞，我会好好配合。行吧。 那咱们今儿就到这儿。今天这会议的内容呢，主要是想跟各位讨论一下关于冷氏集团总裁冷如风先生明天来到我们公司。哎呀，我不是对你有意见，只是你一大早把我们叫过来，又是为了这种没有营养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时间跟你一样不值钱啊？ 研发部多少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有多大的事儿你给我放下！冷如风先生在这次竞标会之前啊，他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会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才能请到冷如风先生来到我们公司的。但是明天来我们公司之前， 冷先生他会先去潜语去参观，所以我希望，当冷如风先生来到我们公司之后，我们可以有最好的精神面貌，呈现在他面前。
我不想输在起跑线上，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吧？要我说，钱宇如果爱抢的话，就让他抢去好了。我真的很不明白，戴中明明有自己的技术团队，干嘛不把这么一大笔钱投给我呢？非要去买别人家的？公司给你投了多少钱啊？你做成什么了？好了，我想我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争到这个竞标案，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公司以及钱宇，所以我希望从明天冷清到的一次开始，就说明我们跟钱宇拉开架势，开始较量，首战必须拿下。找我。这个是明天接待人事的一些重要事项，都打印出来了，麻烦您仔细看一下。还有事吗？没有了。知道自己很过分了吧？你竟然跑去找战南贤，你生气了？你说呢？本来就是啊，你看你天天加班，我当然要去警告他了。他如果要是敢欺负你啊，我温柔会变得一点都不温柔。姐，其实你工作那么忙，你真的不用那么担心我了。现在好像你整个生活都围绕着我转一样。你是不是嫌我烦了？我不是嫌你烦，我只是觉得，就算那时候，我也从来都不是你的责任，你真的不欠我什么的。牛奶好了。总已经在等您了，谢谢你来千羽参观，我们不会让你失望。Why? Because we have the best CEO in the world. This way.
欢迎蓝少。蓝总，这位就是千羽的 CEO 战南贤先生。啊，战先生好。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二位呢是我的合伙人高仿，还有管记。啊，蓝总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这边请。这一层呢，就是我们前宇技术研发部，这里汇集了我们整个上海最精英的研究。一句话说，当钟敲响四下的时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要为茶而停。现在正是下午4点，希望这一份英式下午茶可以让冷先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Very good， 战总真是安排周到啊！我在英国住久了，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也只有喝茶的时候，我的工作才能停下来。好吧 ，Thanks a lot. Enjoy. 愿世间所有的烦恼在这一刻因茶而止。Thank you. 哎，请进。到目前为止啊，冷先生都很满意，特别是对你下午茶的点心赞不绝口，是吧？你这次真的费心了。应该的，我就是提前做了点功课，试吃了几家。这家有一款蛋糕特别出名，得提前2-3天预定才能订得着呢。尤其它里面那个花生酱特别独特，我赶紧。花生？怎么了？蓝先生对花生过敏，严重有可能会休克的。哎，池总监，杜经理。全都吃完了，乔丹，冷先生吃的这些点心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啊？没有啊，冷先生说很好吃，吃了好多呢。完了，冷先生肯定吃到花生了，怎么办？赶紧通知战总啊！战总在哪？没有花生，温暖姐之前特意交代后厨把花生酱的蛋糕都换掉了。温暖。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谢谢盛情款待。我觉得我对贵公司和对您有了更深的了解，希望这会是一个美好的开始。那就期待我们下次见面了。嗯。文章我送你吧。再见。他还真有魅力。他刚才跟你说什么？杜经理，你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要不是温暖及时发现，及时撤换掉了所有含有花生的甜点，你难道不知道冷先生对花生过敏吗？你没有了解客户信息吗？这次冷先生造访，战总让我们早早做好准备。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如果真发生什么事情，后果有多严重你知道吗？总监，您先别生气，我只是按照温总助的吩咐办事，他也没告诉过我冷先生对花生过敏啊。温暖姐明明提前就打印好了冷先生所有的喜好禁忌交给你的。打印什么？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资料，我亲眼看见温暖姐交给杜战总。
陈总。温特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是这次接待的总负责人，任何责任由我承担。石总监，这次接待冷先生所有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我建议啊，把这个月的总裁奖分发给你们行政部门参与这一次接待的每一个员工。咱们公司的风格呀，是做得好的有奖，但是做不好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事情查清楚，给我一个结果。是，陈总。这是研发中心。冷先生，后面就是戴中的市场部，这边请。请啊。我早就说过冷先生要来，令狐哪儿去了？他人呢？林露，这研发中心可是戴中的核心部门。不，你这么随随便便的就带着外人来，这不太合适吧？明天就是冷氏集团 Alpha 项目的招标会，温导，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流程。是，这是冷氏的招标，有了新的方案，每家企业在开场有10分钟可以介绍方案。接下来就到了问答的环节，每一个问题到了10秒钟还没有开始作答，就算出局了。这个是冷氏智囊团5位高级顾问的详细资料，根据以往的经验，冷如风会咨询他们的意见，而他们所关注的基本上都跟他们的专业背景有关。他很厉害啊，就是等于在考试之前知道了考纲，他能想到这一层多不容易啊，你都没想到吧？文娜，下周阿发就要竞标了，还有一些资料没有准备完。这5位是冷氏的高级顾问，我要麻烦你在一天之内把他们所有的资料整理清楚，交给我。这你不懂。你不是跟我说你是戴中的商业间谍吗？你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公司在这一次竞标当中的顶级机密。我那句商业间谍是句玩笑话，但我不是你。这么多人，这招标会现场比想象的人要多啊。
您好，您好。林先生，喂，林先生，王先生，两位已经。精心准备了两个月啊，他们是志在必得啊。李先生，我们公司也准备得非常充分啊。看来这个冷先生对你的印象远好于其他人，包括那个戴中的朱林路。昨日冷如风啊去了戴中，吃了朱林路他二叔父子俩的闭门羹，我听说闹得很不愉快。他没有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在加班呢，战总，我怎么会知道呢？走吧。首先，代表朗氏集团。欢迎诸位来参加阿尔法的竞标会。第一个竞标公司，静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没想到戴中的内耗这么严重，朱林路还能这么乐，看来他的心理素质还真是让人钦佩。依然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Well, you better be careful in this case. 帮我查一下冷如风左手边那个老外详细的背景资料。好的。这个人从美国回来之前，在一家科技研究公司工作。我记得他有一篇论文是讲关于大脑记忆的。把这几个信息再帮我深挖一下。知道。下一家竞标公司，戴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常感谢诸位参加今天的会议，至于后续结果我们将在今天下午公布。不错，温暖，提前了解冷如风身边顾问的情况就等于事先有了提防。要不是战总及时发现冷先生今天明显倾向左边那位顾问的意见，我也来不及查到他的论文呢。哎呀，其实呢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我看见你们两个我就特别的踏实。哎，老大，我会不会就这么失宠了？关总，你说笑了，你跟高总才是战总的左膀右臂，我哪里比得上？哎，我一点都不嫌弃再多一只手，我喜欢三头六臂。吃午饭？我要忙工作。哎呀，再忙饭得吃吧。都来接你啊，这怎么定？朱林路，
把刚才竞标的材料整理好，带回公司，一样都不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战总，冷总，请您喝茶。走吧。詹总今天的表现可圈可点，所提的方案切中要害，本人非常欣赏。那只能说大家理念相同啊。那这一次钱宇如果能跟冷氏正式的合作，那是我们的荣幸。我正好想邀请詹总去英国做客。好啊。李先生。哦 ，Hello， you're on time. Sit down, please.啊，这是我夫人配制的英国红茶。好，谢谢。战总，小陆总，今天你们俩的提案让我左右为难了，我实在做不出决定。这样，经过慎重考虑，我想邀请二位去英国做客。参观一下阿尔法总部，实地感受一下。同时，我们在做最后的竞标。届时，我们冷氏财团所有的核心人员都会到场，会给二位做出最公正的评判。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既能够出差，又能够领略一下英国的风情，我觉得我求之不得。我刚刚不是早就跟冷先生约定好了吗？好，一言为定。Excuse me. 小陆总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这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还真是挺不容易的。那就请战总继续刮目相看吧。我期待。关于阿尔法这个项目，你有什么看法？坦白说，我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任何想法。嗯。也对啊，这不管是相貌、金钱。身份相当的男友，还有相当不错的工作，你应有尽有。还有什么能够打动你这颗铁石做的心呢？还是有的。是什么呀？睡眠。自从我被吊上六十六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自然醒过了，都在工作。
老王，哎呀，我上前雨接你啊，结果扑了一空，我这一路上都在想你啊，你就没想我吗？白天你是故意的，果然冰雪聪明，难怪战南贤要重用你啊。你就没听过毁人饭碗会遭天谴吗？问题是我给你准备了一个金饭碗呢。谢谢啊，虽然我现在这个饭碗不如你袋中的金饭碗。 但我现在还用的算顺手，就不劳烦你小鹿走了。哎，小兰，开门！小暖，开门啊！小暖，开个门啊！小暖，小暖，小暖，开门啊！小暖，开门啊！谢谢。锁门。 这阵子为了忙竞标案的事情，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朱玲璐，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吗？哎，你这样可真是不好哎，太偏心了吧？哎，你只关心战南贤的输赢，你就不恭喜我赢回了赛末点？哎，你就不好奇我是用什么方法跟战南贤打成平手？ 我倒真的是想问你，明明你们研发部就让冷如风吃了闭门羹，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怎么挽回的？今天代办的贵宾啊，我是亲自送您回酒店，也算是我小小的诚意吧。小陆总好像是有话要对我说，还是被冷先生看出来了。今天在袋中发生的一切，想必您心里面应该有评估了吧？ 我说过，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独特的办事方法，我理解，我也很尊重。确实是，但您其实并不认可。哼，不过这话说回来，就算我这个堂堂的代中总经理，其实我也不看好。代中需要改革，需要发展，如果代中再不发展的话。 那只有等死了，而这环节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阿法这个项目。阿法真那么重要吗？可能阿法这项目对别的公司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或许多花几年的时间会有更好的项目，但对代中来说，时间很关键，也很重要，所以我愿意付出比别的公司更多的代价，来选择阿法，来跟你冷先生进行合作。 我说是长期战略合作，来共同打造跨国的科技生态圈。我希望您可以同意。听起来野心不小啊。所以啊，你说我多不容易啊！我为了说服冷如风，我把哄女朋友的精力都用上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你一方面博得冷如风的好感，一方面在竞标案上面看着对手提案当下划看，最后还不忘弃了你们老对手钱一把。行啊，小朱总，你这盘棋下的可好了。此言差矣，这冷如风哪是几句话就能说服的呀？我呢做了这么多，只不过希望跟战南贤拉到一个水平线上，对吧？冲着起跑线出发，用我的实力。 去挽回了一点点跟他再战一轮的机会，就这么简单。说到底，都是你们老总之间的勾心斗角，你干嘛把我拉下水啊？这件事情我跟你没完，朱玲璐。你捋吧。你想，首先。
战南贤已经不是当年你认识那个战南贤了，勾心斗角大有高手。你进了钱宇是他的助理，你说这个事儿里里外外怎么可能跟你没关系呢？所以说，回头是岸，回到我的怀抱，上上之策。你又在胡说些什么？我没朱玲露，你回去，你回去，在这进行说些有的没有的。我还没有要原谅你，走，你回去。那么焦虑，走了你。晚安。你早点睡觉啊。早点睡。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什么文件，您别听他们一面之词，那个丁小戴和温暖早就串通一气了。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上次要不是温暖及时发现你的疏漏，做了适当的补救，你早就离开公司了。那天战总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他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那个疏于职责的人。我知道以你的能力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但既然已经犯了，就要勇于承认，不能错上加错。总监，那公司会怎么处理这事儿啊？这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公司会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我在前宇工作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监，您一定要帮帮我，我要是没有这个工作，我就什么都没了。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在公司没有做任何处理之前，你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做深刻的检讨，说不定战总会酌情处理的，毕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会议后这个方案我们尽快落实下去。嗯，走了。战总，能跟您聊聊吗？哦，对了，我听说杜欣桐的事情，好像上面已经调查清楚了，公司就等着处理他呢。这事我今天也听说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哎，你怎么还替他担心呀？你忘了吗？上次因为冷先生吃那个花生酱的事，就差点把你陷害了。这事情不都过了吗？再说冷先生也好好的回去了呀。哇，我们温暖姐果然大人有大量，我喜欢。来吧，接受我崇拜的一个拥抱。林小丹，你别闹了！哎，你在讲话，我在馆长面前不听你说好话。你是不是嫌弃我？你为什么不让我抱？我不要，你倒了一下。哎，我们起来，别打，干什么？干什么？你刚才叫我什么？这里是公司，不是游乐场。郑总，对不起，是我拉的，那推的温暖姐撞到的你。没事的。你不是找我有话说吗？去我办公室。池总监已经找我谈过话了，接待冷先生时候犯的低级错误，我认。我真的是慌了神了才把这个黑锅给温助理背的，我会去跟他道歉，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确定？来公司四年多了，从最开始以普通员工做到今天，我是真的很努力。希望您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将功补过。其实你来咱们前宇啊，也算是一个老人了。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奖罚分明的人。詹总，其实你犯的这个低级的错误，只能说公司对高管职业培训还没有到位。这样吧，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就跟新人一起进行3个月的职业培训。等培训的结果出来了之后，再给你安排一个新的工作。把这个呢交给石壁哥，你就说是我亲自安排的。好好努力，我相信以你的精神假以时日，一定可以给钱宇带来更高的利益。郑总，出去吧。哎，对了，帮我把温暖叫进来一下。嗯，那我先走了，郑总。
战总叫你。瞧你刚才那个轻浮的样子，像在66楼该有的样子吗？最看不上你们现在这些小姑娘，仗着自己年轻，整天装傻卖萌。有时间多提高提高点业绩，比什么不强？杜经理，有事吗？这里是66楼，小戴如果真的犯了什么错误，也不应该由你来教训吧？请你向他道歉。不能接。当初竞选总助的时候就知道你不简单，怎么样？现在坐这个位置，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吧？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欢迎你自己来坐坐看。嗯。没事吧？都怪我，又不是我吵着跟你闹，也不会让你这么难堪，温暖姐。他是嫉妒你年轻。哎，温暖姐，你刚才那下太帅了。你刚坐，我先上去。进来。战总，过来。你倒是挺能忍的。我没那么娇气。杜欣桐无理取闹，把你手弄成这样，你却一忍再忍，被丁小戴说疼。你倒是敢说敢做呀！你别看丁小戴平常大大咧咧的，他其实很善良，又没什么心眼。我如果不替他说几句话的话，他是一句都不会吭的。你不觉得丁小戴很像当初的你吗？我可没那么好欺负呢。战总早有事吗？对了，今天晚上你要陪我出席一个晚会。晚宴？像这种活动，以前不都是高总陪你去的？他去南京出差了，去不了。你不想去？没有。不想去也得去。你现在是我的特助，这是你的职责。还有啊。借着这次机会呢，跟其他公司老板都认识一下，以后方便联络。嗯，知道了。哎，欣桐，你去哪儿了？我被发配到新人培训了。什么？你被发配到新人培训？怎么回事啊？别别。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去问到底什么情况，啊？我快下班了，一会儿咱们见面再说啊！别急，别急。去培训。
一心小姐，小潘总。哎呦，还真是你啊！我刚刚送完客户，回头一看，一个又美丽又熟悉的身影，我还在猜呢。我能坐这儿吗？请。谢谢。 战总呢？怎么没见他和你一起啊？他最近比较忙。哦，也是，这钱宇的工作一向都很复杂，也繁忙。但是，我觉得因为工作不陪女朋友，这是很不对的。哎，今天晚上的慈善晚宴，你应该会和战总一起去吧？ 请问你是温小姐吗？哦，我是。这是战先生送来的礼服。我的？对。谢谢。麻烦帮我把门带上。谢谢。钱玉进来的。钱玉进来的。还是红的好。好。